校嘅美容機咧，大家就見得多啦，但係高功效嘅咧就比較少有。我揾咗好耐咧，先至揾到呢一部明換機。因為咧，如果佢唔夠力嘅話咧，你簡直就係嘥我嘅時間啦。呢部明換機咧，你咪睇佢咧細細部，佢又靚女。一般嘅美容院嘅機咧，只不過係3MHz 嘅啫，佢大力度係4MHz， 可以喺好短嘅時間咧俾到好嘅效果嚟。好快就可以將噔噔噔噔嘅肉積翻上去，點啊？呢個靚女用咗超級刺穿技術，平時嗰啲咧只不過打到落底層，佢好強啊，可以打到落去筋膜層啊，喺好短嘅時間慳水慳力慳時間，而且會即刻見效。好，我哋而家試下佢嘅 MF 中層先，佢嘅美白效果係超勁嘅，記住做之前落美容膠。我現在的感覺是暖暖地和吉吉地，因為那些美白精華和大量的透明質酸進入我的但做了不太久而已，給你看看我面部的黃線都出半了，厲害。現在是它的 LF 深層模式，看看你一定要由 Level 1開始，因為它真的很厲害的。當然你不會忘記擦膠的啦，手勢就一定要向上推啦，這樣就可以將你跌下來的東西推上去啦。差不多了，我們試一下看看效果啦。咦，蘋果機一刀一刀，我覺得塊面掹掹緊，還扯手上去添。坊間真的沒有哪部機能夠能量這麼厲害這麼聚焦，我現在覺得塊面長卜卜。最后呢做埋呢个超级射频模式，佢每经过嘅地方呢係刺激你嘅胶原 BB 增生，佢係主力針對呢抬头纹同埋虎纹，记住呢啲地方要反方向做多几下。做一阵咋下，我啲纹淡晒呀，成块面发光㗎。如果屋企就要一部机，梗係要佢啦。一部机无论收緊美白导入去纹，仲要4MHz。Oh my god， 有冇搞错啊？我话俾你听，价钱唔贵噶。想要嘅话，留言欣欣啦，我再俾个优惠你，几百蚊嘅啫。